我是 CRS Garage 的 Kenneth， 我哋是 Crabble 噴泡壺的香港代理。洗車咧最驚就是車身上面的一啲沙石啊、塵埃啊，會刮傷咗個車漆嘅。咁啊，有時揀噴壺嘅時候咧，市面上你都會見到有啲其他類似嘅洗車噴壺啦。咁但係因為佢嗰個噴嘴個設計嘅差別咧，又或者有啲電動嘅洗車窗嘅，整體嗰個泡沫嘅效果啦，同埋嗰個泡沫嘅持久性咧，都係好難同 Crabble 噴壺去比較嘅。而 Crabble 噴泡壺獨特的地方咧，就係佢嗰個特別嘅噴嘴設計咧。無論你是用高級嘅洗車液，定是一啲普通嘅洗車液，定是用最平嘅紅威寶，佢都可以起到好綿密嘅雪泡出嚟嘅。咁呢啲都唔係其他坊間其他嘅噴壺可以比較得到嘅。加水嘅時候咧，就注意唔好加到超過咗個 max， 因為如果唔係打氣咧，就打唔到噶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呢個氣泵都用咗一個23mm 好粗嘅氣芯啦，亦都用咗個不鏽鋼嘅軸啦。咁所以咧，打氣嗰個效率係好高嘅，變咗其實你打30秒，其實已經可以打滿咗個氣壓喺度噶啦。咁變咗咧，喺正式洗車之前咧，你就可以噴一陣泡沫喺架車度，先溶解咗啲油污，然後當啲泡沫流走嘅時候咧，就會順便帶走埋啲沙塵，咁就唔怕刮花架車啦。咁啊，洗車嘅時候啦，一個 Crabble 噴壺、一個水桶、一啲海綿啊、毛巾啊咁樣樣咧，其實已經足夠洗曬電單車，甚至係私家車都得噶啦。洗曬喺背囊上面，拎去唔同嘅地方洗車又得，或者你長期擺喺車尾箱裏面咧，都唔會壓到咧好多地方嘅。咁所以比起其他嘅電動洗車窗，你可能又要插電，又要組裝，又要駁水，又要駁簡液，之後又壓曬你個車尾箱咧，其實 Crabble 噴壺咧，絕對係一個好簡單，但係又好實際嘅洗車方法嚟嘅。